林总好，林总，您的相亲对象已经在咖啡厅里等您。我要的东西准备好了。林总，您真的要穿着外面去相亲吗？老夫人特地没有暴露身份给您安排了相亲对象，说是一定能给您找一个不看钱的女孩。不止，我随便试试就知道。 放心吧，我一定拿捏住今天这个男人。听说他家还挺有钱的，只要成了，我肚子里的宝宝以后可就不愁没人接盘了。怀孕了还想让人做接盘的钱？这位先生，我不要彩礼，不要房，不要车，只要你对我好，我愿意和你好好过日子。你愿意娶我吗？ 伯母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又是地摊上买的吧？2000块一个吧。伯母，这，芊芊呐，实话跟你说，像你这种要学历没学历，家里父母又都没个正经工作的，我还真就压根瞧不上。 哎，姐姐，你别多想，我妈不是那个意思。再说，咱俩结婚，她给30万彩礼，算什么？伯母，我和有为在一起3年了，我的为人你应该清楚吧？是啊，妈，清楚什么？你这点小心思，难道我不清楚吗？你不就是看上了我儿子有钱吗？ 外边胡家好歹也是做生意的，我儿子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总经理，真是便宜你。姐，钱不要紧啊。你们要想结婚也可以，我同意，但是这个婚前协议呀，你先签了。嫁入胡家。 必须和原生家庭断绝关系，彩礼30万必须带回胡家，并且陪嫁要求有1辆宾利，婚后女方辞掉工作，在家相夫教子，每个月给500生活费，3年内必须生2，必须有个儿子，否则接连生直到生出儿子，女儿送给亲戚倒假。袁倩倩，你一个普通家庭能够嫁给我儿子，那是你们家都烧了高香了。 我就提这么一点点小小的要求，过分吧？是啊，姐姐，我妈呢没有别的意思，以后我俩结婚，我们搬出去自己住，我也可以不要宾利，你给我500万的宝马。不，有为，你妈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，一声不吭啊？不是我妈说了也没错呀，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，女子无才便是德。我妈说了，女人花不了几个钱的，娶回家都是享福。 活的，再说了，又不用你出去挣钱，这外面有你妈让你吃屎，你怎么不去啊？芊芊，你骂我？你不该骂吗？袁倩倩，你怎么敢碰我儿子？胡有为，我跟你在一起3年了，这次也是你主动提的结婚，没想到却是为了钱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没你不行啊？袁倩倩，你当了婊子，你还想立牌坊？ 你不就是看中了我家的钱吗？你说的这么清高干嘛？妈，芊芊，不闹脾气了。说了呢，给你30万彩礼。我袁芊芊是没什么钱，但是我知道做人两个字怎么写。你们胡家的钱，我不稀罕。哟，装的这么清高，你不会是想以退为进，逼我把婚前协议改了吧？ 这婚前协议，你还是留给下一任儿子吧。这位先生，我不要彩礼，不要房，不要车，只要你对我好，我愿意和你好好过日子。你愿意娶我？袁倩倩，你差不多得了啊！找一个臭送外卖的，你诚心磕碜我们呢？伯母。 不是谁都在意你们家那几个钱的，装的倒是挺像的。我不信你能放弃我儿子这么优质的男人，去挑一个臭送外卖的。这位小姐，你和我结婚，我会好好赚钱，一起经营我们的家。
你的下一单外卖送到了吗？赶紧滚吧！这是我们胡家的儿媳妇，她跟我已经谈了3年恋爱。难道你想当接盘侠吗？你家里追婚追得紧，这个女人好像不看重钱，临时在一起也不错。芊芊，我之前一直没告诉你，是想给你个惊喜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和林氏集团合作，你嫁给我，别的女人会羡慕你。胡家。 是柯达集团吗？不，没想到你一个送外卖的，居然知道我们柯达集团。我儿子马上他的身价呀就要翻好几倍了。能不能合作成功还不一定。什么？你敢咒我？从现在开始，他是我的，和你结婚。 芊芊，你要是敢胡来，你以后休想插入我们胡家的大门。不是，芊芊，儿子，让他走。蛋糕和咖啡，你可是吃了的，一共200多，钱留下再走。走吧，你看看，500块，恐怕他把外卖两三天才能赚到这些钱吧。芊芊，喂。 妈，你看看，像他这种女人，哼，怎么舍得放弃我这么优秀的儿子呀？这叫欲擒故纵。你要是追出去了呀，那他保准立马就要求家彩礼。像他这种小心思，妈可是拿捏的死死。你就等着瞧吧，他过不了一会儿啊，他就要回来了。真的？希望快乐。 去死吧！妈，袁芊芊真去领证了，肯定是假的，P的图。我心里给他发短信试试。妈，他贱女，他怎么舍得我们胡家这个大叔？妈。 林氏集团的王牌秘书严俊，台国打电话了。快接！那个严秘书，你有什么事啊？和打电话。我有位，正式通知你，林氏集团与你司柯达集团所有合作全部取消。不是严秘书，是不是搞错了？妈，挂了。妈，真被那个臭毒外卖的说中了。 我先去开车，你等我一下。你有车？全款买的，不用太羡慕。林总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取消了和柯达集团全部合作。嗯，做得很好。林总，下午需要去和新收购的林瑞集团的老板见一面。喂，林总。哦，知道了，我也下午见。公司电话。啊。 我请了个假，这是你的车。你不是送外卖的吗？你看啊，我跟你多匹配啊，以后你们还能两辆车换。哎，对了，你的车呢？啊，我停在刚才咖啡店，我下午去。哎，上。我做事吧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马力很足的，带得动你。要不我带你吧。刚结婚就想表现自己。 也是好事儿，也行。你的外卖摩托车和我的小电驴有什么不同吗？不会骑，下次咱就别逞强了。 我自己来就行。你的腿伤可是我骑车给你弄伤的，况且现在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嗯，忍着点。谢谢你啊。 好，我等会儿就来。
怎么了？那个神经病公司又在发任务了，说是下午有个大老板要来，让我们所有人都到场。可是你的，哼，用公司的话来说，这不是还没断吗？这个厅是不可能有清静的假期的了。那你不去上班，我养你。 你别有压力啊，你放心，我和你结婚不是图你的钱，再怎么说也是我耽误了你，我一定好好赚钱养你。你就觉得？没有没有，嗯，哎，你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别胡来啊，我们还没有培养感情呢，你太快了。你的双眼皮掉了。 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，你故意的，我真不是，这才是故意的，好好在家，吃饭了。好，你这人，哎，那是你小家伙。 今天下午，袁芊芊，不是说好下午2点半开会的吗？你怎么现在才来？2:31，加上我的路程时间刚好。你又给我顶嘴是吧？全勤给我扣掉啊！芊芊。 忍住，不然这个老妖婆又要想方设法的缠你。<笑>我们公司啊，被大名鼎鼎的林氏集团给收购了。下午3点呢，林总会清理我们林瑞，你们一个个做的都给我精神点。但凡要是留下不好印象的，全部给我说是都滚蛋。滚蛋。好了，散会吧。袁芊芊，我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设计部的打印机没纸了。 你自己去搬几箱上来。我一个人。对啊，你最近不是长胖了吗？正好减减你的肥啊，快去吧。啊，这部分时间都不想上了。别怕，我帮你。袁瑞，你最好了。嗯，来，你咋回事啊？上午不是去见那个朋友的家长？别说了，都气死我了，我跟他分手了啊。 我闪回了一个外卖员，我跟你讲，你放了袁芊芊。林总，欢迎啊！欢迎林总。走吧，关于合同的事，上去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慢点，慢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。刚才那是谁呀？都没看清楚，搞这么大的排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癞蛤蟆要上位。我刚才瞅了一眼，好像是个男的，还挺年轻的。估计是那个林氏集团的总裁吧？知道的以为是来巡视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图片是真的。也不知道这种人会被谁说。
好的，我们快收拾收拾上去吧。林总，您坐下，我弟弟就来。等一等，去看一下刚才被撞的女孩有没有受伤。如果有受伤的话，给予一定的补偿。是是是，林总，林瑞奇和所有的人员名单都在这儿。谢谢你们人员，你要不先去忙吧，下次吃饭。OK OK。给你个表现的机会，你现在赶紧去给我泡一杯五云山大红袍，给林总送过去。对了，这茶贵的，千万别洒了啊。这不是我的活吧？杨芊芊，助理辞职了，你坚持一下怎么了？还是说你也想辞啊？啊？忍忍忍，杨芊芊，心字头上一把刀，我忍。行，我去。这玩意很贵吗？我报价很多。喂，吃完没迟到吧？别说了，才点到的，还被过了全勤，而且我刚还被撞了。被撞？我们公司被收购了，然后对方来视察，然后我挡着路了。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？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先去给总裁送茶了啊。林总，刚才跟您打电话的是我太太。哦。我去视察一下林瑞集团员工工作的状态，待会陈瑞来了你再来叫我。是。林渊，怎么是你？我早该想到他在林瑞集团的。我，你先让开。总裁请喝茶。我给您倒上哈。谢谢啊。来来来，你放下吧。好，先出去吧。好嘞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快走快走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不要命了？那里面是林氏集团的总裁。那你今天还穿的人模人样的。原来没认出我。你好，现在刚刚结婚，身份暴露的太早不太好。哦，我也是为了能够配得上。啊？我之前帮过林总一个忙，我今天来面试呢，他就不得录取我。这身衣服是林总算不要的，以后啊，我们就可以在一家公司上班了。真的？可是，这办公室恋情会不会不太好？你放心吧，我都跟林总说清楚了，他说不要紧。那又行，我觉得林总这件事情办得还不错，那我就不计较他把我撞倒的事情。林总，林总，哦，对了，小林，明天上班别迟到啊。好的，林总。严秘书，林总和刚刚那个员工的关系是？小陈啊，有句话叫不该问的别问。是是是。林总和那员工关系不一般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刚才陈总叫的林总是你呢。怎么可能，我不过是一个送外卖的，怎么可能是林总？哎，你这话就不对了，送外卖的怎么了，也是靠自己上手挣的钱，比很多人好多了。你真这么想？嗯，放心吧，你进来了，姐照着你，升职加薪不在话下。我还有事，我先忙了啊。林总，安排一下，我要成为这家公司的实习生。安排一下，
我要成为这家公司的实习生。林总，堂堂林氏集团总裁来这家小公司当实习生？你懂什么？我这叫和老婆培养缘分。对了，我老婆比较贪财，给她搞点奖金。好的，林总，放心吧啊，慢走啊。晚上一起吃饭吧。刘青青，上班还玩手机是吧？扣钱啊！组长，现在都已经六点半了，已经下班了。慢着，今天老板说你泡的茶不错呀，对你很满意。那这是给你的奖金，但是你今天晚上把这些设计稿全部给我精修一遍。泡个茶就给你拿2万，早知道我就去了。不过还好，这红包是我给你，我身为组长带你的人拿走18000不过分吧。啊，竟然2000块。点随便点，今天的消费我买单。这可是海城前三的法师餐厅，一中大奖。我跟你说，今天下班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老妖婆组长给我包了个大红包，他说是我泡茶泡得好，奖励我的。2万块吃一顿是没什么问题。你猜一猜，这里面有多少钱？一下猜，2000。你怎么知道？就2000啊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不少啊。之前我有一个项目奖金3万块钱，到现在还没下来呢，最后就只涨了500块钱多。也不知道这个林总是不是钱多到撞柜子了，泡茶还有钱拿。对，另外一个是。Dos tegas elegantes, aulasa salahu, salplate, unipaya de wanhuch。你还会法语？小时候我爸给我报的班，不过我弟就更厉害了，他什么都会，小时候精通各种乐器，小语种什么的会得更多。原来家里有些重男轻女。没事，你想学的话我带你去。没事，你想学的话我带你去。啊，不用了不用了。谢谢。袁芊芊好像并不富，会说法语也就算了，切牛排这些看起来一点也不受伤。哎，我刚刚就应该装一下，看吧，林渊根本就不会切，说不定伤害到他的自尊心了。来，怎么？多吃点，一份不够，再来一份。切牛排很熟练。小时候啊，我爸是卖牛排的，家里可多了，他教的。怪不得。来，祝我们新婚第一天快乐！干杯！干杯。哟，我说是谁呢？这不是你的前女友吗？哎，袁芊芊，你现在后悔都没用了。我呀、已经白领在一起，你可别以为我放不下你了。我就是来这儿随便吃顿饭。芊芊，我都听有为说了，你就算想气他，也不用特地找个臭送外卖的吧？是多拉低我们家有为身份啊。我倒想知道他有什么身份。你还不知道吧，他看你和这个送外卖的结婚，已经向我求婚了，彩礼80万。你们打扰到我们用餐了。打扰了？大哥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？江城排名第3的西餐厅，点这么多等会儿要吃霸王餐呢。啊，贺有为，我懒得跟你们说话，进门离开。袁芊芊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。有为，你别这么吓唬人家芊芊嘛，毕竟我看他和这个送外卖的还挺配。
要不我们换个地方？袁芊芊，你现在就算是求我也没用，人家白灵现在可是今非昔比。白灵啊，他现在可是林氏集团的高管，你不会比上他。哎，动手！我怎么没听过林氏有这号人？况且你们和林氏的合作不是已经黄了吗？小子，你别以为你说中了一件事儿，你就可以吹牛。我告诉你啊，到时候林总呢，可是会亲自和我签约的。这么确定？当然。白灵呢，现在可是管理层，他亲自去求了林总。林总呢，到时候会参加我们的订婚宴，到时候我们柯达集团可就一飞冲天了。有为，你别和这两个穷鬼说这些，他们懂什么呀？也是。对了，袁芊芊，今天呢刚好去送请帖，乐信集团呢刚好破产了，他们已经不配参加这么高端的场合了，多一张你敢来吗？我懒得去看两只猴子拙劣的表演。芊芊，有为现在事业有成了，我看啊，你是怕到时候下不来台吧？不过呢，也没关系，我就知道你不敢。你们放心，我们肯定去。没事，他们签不了合，我们就单去看两只猴子跳舞。你说谁是猴子呢？哟，你这么确定我签不了？怎么，当自己是林总吗？我就是这么。哦，那我们打赌咯。你们要是输了，跪在我老婆面前磕十个响头。那要是你们输了呢？我们输不了。哦，你们要是输了，我就把你俩当街扒光，跪在地上学狗叫。慧薇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怎么不敢呢？有什么不敢的，我们到时候见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带我老婆先走。你真的有办法？放心吧。有为，你看他们俩。玲玲，别生气啊。到时候啊，我让他们跪下来挨个学狗叫给你道歉。不生气啊。好。去吧，先坐着，我去点菜啊。赶紧把东西准备好，做完这单我就收手了。会做饭？那玩意有啥难的呀？总不能新婚第一天点外卖吧？到时候还觉得我一点都不想。要不我来做？不用啦，你去等着吧，我给你做啊。等着啊。素的水也够了。再看什么？算命？看我？我怎么看？哇，这点也不够啊！不行。这一袋应该够了。三日后到万豪这里去一趟，我怀疑有人冒充。哦，面来啦！来，这是我们两个人的。哇，这是你一个人。来，这才是我的面。你确定这煮的是面？嗯，我寻思煮一包来着，结果发现有点不妙。要不我来给你煮？你先尝一尝嘛，说不定很好吃呢。快试一下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女神了。嗯。哦，有点坨哈。好吃吗？好吃吧。好咸呐、啊！这么咸你还叫我吃？你也知道咸。其实我只会煮泡面，但是家里的泡面都被我吃光了。你呢？睡在那个，马上去洗澡，换成新的衣服。其他的交给我。你会做啊？做饭有什么难的？不就是这样那样一下？好了，你快去吧。可是这都浪费了，要不给楼下大黄吃？
不太好吧？没事，快去吧。好。做饭很难吗？林君，好大的烟味，是不是需要我帮忙？没事没事，酱油的味道而已，您慢慢请，不着急。你可以走了，让严俊给你转钱，把这丢远一点。还好没。哇，这些都是你做的？尝一下。真不错。如果你想吃的话，我有空就给你吃。是吧？灯打开吧。你笑什么？林月，你赵老公，你要记住，你现在是一个已婚人士。老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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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公。来。你不会做饭，你看错了。我眼神好得很。你看错了。我没有。青青，我。我的腰。芊芊，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我还不知道你，咱们俩认识多少年了？你昨晚是不是和你的闪婚老公？别胡说！袁芊芊，你可以啊！你把你老公的腰坐断了，结果你大早上还自己跑来上班。不信你，正常正常啊，什么时候领进我认识他啊？有机会的，有机会的。这是我们的新同事林渊，大家以后互相关照。哇，好帅，太帅了，跟明星一样。帅又不能当饭吃，好眼熟啊！要不你叫做人生战略吧。芊芊，你工资在哪？是。大家好，我叫林渊。加油！哎，我是袁芊芊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我可能大众脸吧，哈哈。你肯定是看错了。不可能！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那个公司来的那个大人物。哦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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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次他是和一位大老板一起来的，但是呢，不是他，到场的人看到了。好险！哎呦，我的腰啊，怎么还这么疼啊？你别碰头啊！你舍得和我说话？昨天晚上受伤的人可是……这个是公司，你想干什么？嘘，公司怎么了？
刚才组长可是说让你亲自带路。哎，林月，谢谢你帮我拿文件夹。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啊，林月帮我拿了个文件夹。有什么事吗，组长？这小脸长得真俊。哦，那真是麻烦你了。月，你健身吧。去休息。哎，我要去工作。哎，结果，结果，结果。袁芊芊，撞到我，你赔得起吗你？组长，他不是故意。说的是，我想他也不是故意的。哎，你这胸肌在哪练的呀？练的吗？正好也想去锻炼吗？在家练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去练？啊，林月，今天的设计稿你还没交呢啊，快点的。队长，我先工作。袁芊芊，敢破我脱单之路，你给我等着！喂，到了吗？女人心，海底针。我走了，芊芊，拜拜。拜拜。下班了，走不走啊？唉，回去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地方吃饭，有没有地方睡觉。走。林渊，真巧啊！今天上班怎么样？还习惯吗？还好。要是有什么问题，可以跟我说，我亲自帮你解决。我亲自帮你解决。哎呀，袁芊芊，你眼睛瞎掉了吧你？抱歉，抱歉，组长，我刚刚没站稳，没吓到你吧？这个女人到底想干嘛？想男人想疯了？我家就在附近，要不要上车？哎，结果结果我到了。组长，车也到了，请坐。哎，呀，林月，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啊？我亲自帮你解决。别说了。哦，对了，林月，我家就在附近，要不要去我家坐一坐啊？你还说是吧？你自己不守难得，还不准我说了。哼，林芊芊，家里怎么有条缝啊？是不是进去了？我先进去。不要啊！芊芊，快过去，团伙做完。芊芊，爸，弟，把芊芊哪？这个男人是谁呀？还动手打人？爸，报警！报警！我让他把牢底坐穿，让你把牢底坐穿。爸。这位是我的老公，结婚证上的另一半林渊。老公，叔叔阿姨好。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你说，一周前。那胡有为呢？他家看不上我，羞辱我，还浪费了你们给我送看不上见面的。喂，你有钱吗？我姐的彩礼你打算给多少？你们想要多少？哎呀，爸妈弟弟，
是我逼问他的，我没有彩礼，啥也没有。不是姐，你糊涂啊你！你好歹要个50万呀、啊！我那房子装修正好差50万。就算我给他，那也是他的钱，休想拿走。你疯了？你说什么呢你？啊，要不我们先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你别怕，只要有我在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从你身上敲诈一分钱走。你哭什么呢你？爸妈弟弟，彩礼我确实一分都没有拿，要不先这样吧，之前答应的我暂时给不了，但是我现在攒了10万块钱，要不就先给弟弟拿去。不行，你害不害臊？你自己的姐姐住在出租屋里，你却要拿着她的钱去装修自己的房子。这个钱是千千辛辛苦苦挣来的，我不允许你们任何人拿走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伸手要钱的人。你该不会想着拿走这个钱？你什么意思？不拿就不拿呗。但是这蛋有点焦了，我喜欢吃嫩的。滚！你爱吃不吃？爸，我这蛋也有点糊，我想吃嫩的。哦，是有点焦啊，没关系。爸呀，给你弄个糖心的。嗯。把你姐姐蛋吃了。干嘛呢？上次我买房找我弟拿了100万，我现在一分钱都没还。你们家不是重男轻女吗？啊，你们家不是重男轻女吗？重男轻女？哎，姐夫，他可是……他怎么教你的？不许指人。我想你啊，有一点小小的误会。来喽，我女儿的糖心蛋来了，乖女。谢谢爸。哎，行了，事儿啊，我们都知道了。不过两口子过日子，这口袋里没钱，那不叫个事儿吗？明白是吧？这样，彩礼200万，再配辆好车，你的芊芊呐，好好过日子。爸妈，他根本没钱，你们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你误会了，我们的意思啊，给林渊200万，再配辆好车，不要委屈了人家。姐，有这么多钱吗？妈，这钱就留着你们自己用，我们不用。看样子啊，我们芊芊啊，没有看错人。芊芊呐，之前送给胡有为母亲的那条祖母绿项链，记得拿回来交给林渊。那项链贵吗？哎，姐姐，那条项链值什么价值？至少这个数10万。姐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先走了啊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那条祖母绿项链我一定会拿回来的。不会便宜了那个死渣的，10万块，他不配。行，你在这儿好好过日子吧。好孩子，啊，以后啊，好好对我们家芊芊。爸妈，我知道了，走了。没想到你们家还挺有钱。有吗？就普通家庭啊。不过，我现在有件更重要的事情，我赶紧拿回那条祖母绿项链。10万块。老爷夫人、少爷，请上车。爸，你为什么不告诉姐，那个祖母绿项链可是外国女王佩戴的，价值1亿呢？我们的豪门身份先不要暴露，这个女人身份不一般，要好好考察一下她对芊芊是不是真心的。老公，你认识这个林渊？当然。你忘了林老太太一个大宝贝孙子，上次我在酒会上见过他，这家伙。可是我看芊芊根本不知道他身份的样子。所以啊，不急，他要跟芊芊不好，会让他林瑞集团好过。可怜老姐姐，你从小集结万千宠爱，但是不知道我们家最大的秘密。爸妈也真是，为了让我们能体验生活，居然在我们小的时候就一直装穷。
要不是我上次发现，还不知道被瞒到什么时候呢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要再吃上吃东西，吐了。欢迎欢迎，请进。林林，林总什么时候到？你知不知道为了跟林总谈成合作，我给了你800万去赎回关系，真的？快了快了，林总说了他会亲自过来的。你知道我们想见他一面多不容易吗？哟，一个人来的？不是吧？难道你被那个臭送外卖的嫌弃了，分手了？今天这么一看，你们俩还挺配的。王八配羔子，还挺乐呵。敢骂我？今天是你的订婚宴，如果不想脸上出现拇指印，就别挑衅我。你还敢威胁玲玲？谁给你的胆子？你没事吧？我刚才来的路上有点堵车。你来了？不是，臭送外卖。哎，我发现你俩还真有点脸皮厚啊，还真敢来。该不会是为了碰瓷林总，特地来见林总的吧？谁知道呢？我们没成，之前我送你妈的项链，还给我。开什么玩笑？那是送给我妈的东西，那就是我妈的东西，知道吗？顾有为，你要点脸好。哎，不是我说，以假到不能再假的破项链，地摊货啊，张口闭口就是要回去。说我俩挺般配，哎，我看你俩也挺般配，都是穷光蛋。在里面，向右拐。我刚才是不是看错了？他脖子上的祖母绿宝石项链是拍出一个亿天价的那个。大师，有没有可能搞错了？不可能。追，快去追！有为，玲玲啊，宾客来的差不多了，你们呢可以进去了啊。知道了吗？哟，这是谁呀？袁芊芊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？该不会是嫁了个穷光蛋后悔了，想吃我儿子这个回头草了吧？哟，这是谁呀？原来是嫌贫爱富要让未来儿媳妇儿当工具，非得生个儿子的林霞呀。听说不要你，如果生女儿的话就直接把你儿子死了。玲玲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玲玲，你没事吧？哟，林霞，你才50多就老眼昏花了，这还了得，还不赶紧去医院看一看。我打了你的嘴。没敢碰你，这是我看你们就是来捣乱的。来人呐，快来人，把你们给我带出去。不用，我来只是想拿回我自己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那你不是觉得是地摊上买的吗？那就还给我。哼，就这，要不是看他长得还可以，你比我愿意带。还你！说好了，这可是你自愿还给我的，就算这么，算了。真的要的？少废话，快！这个破项链儿，滚了还要回去，可笑！我就是丢了，我也不会给你。老公，我们走。站那儿！站那儿！两位应该不会忘记和我的赌约吧？那我们打赌喽！你们要是输了，跪在我老婆面前跟10个响。那要是你们输了呢？我们输不了。你们要是输了，我就把你俩八街八逛，然后跪在地上学怎么叫。今天学姐还早，不如留下来看看。你认真的吗？我有没心狠手辣，我怕真的扒光我们两个。你放心，我今天就让你多一个大孙子。走吧。
奇怪，刚才就是有风向。欢迎各位来到我儿子有为和琳琳的订婚宴，我们马上就能开席了。现在呀，就差最后一位大人物了。选谁呀？当然是林月集团的总裁林总啦。林总，那不是在那儿吗？什么情况？你别说，前天我才接到林总的指示，这胡家得罪人了，祸从口出，少说话。我们胡家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和地位，离不开在座各位的支持。在此，我胡有为敬大家一个。哇，你别说，这菜看起来还真不错，不愧是科大集团。喜欢吗？尝一个。不对劲了。怎么样？这菜怎么跟那天你给我做的一模一样？不可能吧？你试试。错觉啊，我觉得你这样好吃。你在说有些人呐，不花一分钱还蹭吃蹭喝的，真不要脸。哎，那个人好眼熟，好像是吴有为的前女友。他旁边那个男的有点眼熟。芊芊，别忘了我们的赌约，你吃这么快，该不会是想吃完偷偷溜走吧？啊？哦，难不成你答应我们的赌约就是为了蹭吃蹭喝大吃一顿然后偷偷跑掉？你们口中的林总到底什么时候到？他就快来了，今天你们又是给我道歉，现在跪下给我磕几个响头，我今天还能给你们留点面子怎么样？玲玲说的对，袁芊芊，还有你臭送外卖，我呢鞋子现在好像有点脏啊，不如你们两个现在跪下来帮我把鞋擦干净，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我都既往不咎，你们觉得这个题怎么样啊？胡有为，这句话我也送给你，不然等待会儿你们口中的林总到了，一切都完了。笑话。胡有为，今天这么多人别太过分。过分？我过分。严芊芊，睁大你的眼睛看看，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高层人士，你这辈子能见到几个？我告诉你，在这种大人物面前下跪向我道歉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，你知足吧。就是啊，芊芊，你看啊，那位是地产大亨，身价过亿，那位啊是做化妆品的，都火到国外去了。如果现在跪下来跟我道歉，说不定呢还能激发他们的保护欲。白灵，你看人这么准，不如你跪下激发他们的保护欲。贱人！哎呦，玲玲，你没事吧？袁倩倩，袁倩倩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谁让你跟玲玲动手的？你知不知道玲玲可是林总手底下的第一得力干将？你信不信他一句话就能让你在这个城市里头待不下去？简直简直无法无天！今天这么多宾客，袁倩倩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啊？儿子，让他跪下来给玲玲道歉。干！等，放手！你再敢用你的脏手碰他一下，我就废了你！做梦！可能会放过你吗？你放开他！你信不信林总来了，我让他们在整个行业里封杀你们？是。林总到。啊！你们完蛋了，林总来了。林总，林总，您亲自来了。嗯，那个，请进你待会儿想让他给你磕多少个响？
他们都疯了吧？我承认我之前见过林总，酷狗一笑，他装病的很，但也不至于长这样吧。林总，他是个好人。得了吧，我摔在地上都不带扶我一下的。他要是好人，那全世界的好人都死光了。林总，头痛痛吗？哎，我林远也是爽快的人，你能签个签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谁呀、啊？敢动我？他，臭送外卖的，估计是这辈子没见过像您这么大的胆子，怪不得哈、啊。来，让我给你签个名啊，给我跪下，从背后给你签一个啊。这份合同，你有资格签吗？废话，我没有资格，你有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呀、啊？你问我是谁？外卖的，你在干什么？死废物，敢在太子堂上动土是吧？林总，就是他们俩，之前欺负我，你们可为我做主啊！好呀、啊，你们啊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？白灵在我们林氏集团，那可是个很重要的角色。别说，我还真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。有为，你看，他肯定是故意在这等的，就是为了破坏我们签合同。告诉你啊，你破坏了我跟林氏集团的合作，饶不了你。要是我说，他根本就不是林氏集团的总裁呢。你懂什么你？你个送外卖的，你见过林总吗你？正好，我还真见过林总。挺好笑啊！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的？林总，林总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合同啊。哎，对，还合同呢啊！做你个春秋大梦是吧？啊，不有人。我是看在白灵面子上才给你这个机会的啊，没想到你这么不识趣是吧啊。好啊，我们灵氏集团拒绝跟你们达科集团合作。听到了吗？要和胡有为的公司合作，却不知道他公司叫什么。他们是科达集团，不是达科集团哦。你们懂什么呀？人家林总日理万机，这不不清说多正常。林总，您别生气，要不您先回去，我和有为改天亲自登门，我跟您道歉。啊，对，这得看我心情啊。现在走，是不是太晚？这个呢，我不想再看你了。林总，您既然说出了这句话，那您就放心。从今天起，这个男的不会出现在城里的任何一个角落。我说的。是啊，林总，您先回去，改日啊，我们一定登门谢罪。呀，这个林氏集团中层叫白灵的，怎么和你长得一点都不像啊？哎呀，你这怎么了吗？怎么一点都不像？看，看，你看，哎，你认识吗？你，有为，他骗你的，他可不是针对我，是有备而来。有为啊，是真的真的，就像那个女人的样子，不像是白莲啊。嗯，骗我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哎，这网上怎么找不到林总的照片？这么严实？别找了，找不到的。他一句话，没有人敢把他的照片放上去。好你个胡有为啊，还敢怀疑我和白灵的身份啊？我看合作就这样吧，白灵。跟一个不信任你的男人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。我给你两个选择啊，今天你跟我回去，你还是我们的员工；要是留在这儿，辞职吧。啊！太让我失望了。我胡有为，我看错你了。哎，不行，你们不能走。想走恐怕太晚了吧。一定是真正的林总。你谁啊？哎，放开我！什么？你是谁？这三个人在外面打着林氏集团的名号招摇撞骗，涉及资产已达上千万，
我们林氏集团已经将他们举报上去，证据全部递交上去了，你们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不是我，这都是他，全都是他祸我的，这不关我事儿啊。明明都是你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没有做过，都是你。怀玲，骗我。儿子，800万呢、啊？我跟你说800万呢、啊？骗子！我的钱呢？钱呢？还！把钱还给我们！我就说了，胖子竟然敢冒充林总，简直是不想活了。小声点，真正的林总还没有发话呢。林总，他怎么亲自来了？你早就知道了。哦，我之前不是和你说过，我和他认识吗？牛牛牛，感觉什么？总裁，一切都按照您吩咐，范总。总裁，你说谁？他？林小姐，这其他人都不认识我，我不想暴露身份，让小林帮我等一下。啊、哦，我等你。各位。这是我林渊的妻子袁芊芊，以后希望大家见面的时候礼让三分。都是姓林，中年长相。喂，怎么？林总都不跟我们打个招呼的吗？叶秘书，我想和林总合作房地产开发。林总能不能举办个什么晚会？我们太想和他合作了。好，各位稍安勿躁，你们这次很配合林氏集团抓捕骗子的行动，林总已经交代过了，下次加以老夫人深沉，他会亲自出席，到时候可以商讨。全完了。你脖子上的那条祖母绿项链呢？什么项链？那条项链我太太很喜欢，我出个价1亿，你卖给我。总算把项链拿回来了。林渊，刚才做的不错啊，你举杯敬酒那块啊，让我差点以为你就是林总。哈哈，你怎么可以把我和林总对比？我跟他差远。还好把项链拿回来了，要是我知道它那么贵重，我当时我就不会给他。刚才项链在我手里的分量以及成色都不像是10万块钱的货，难道袁家还有什么其他的身份？哎，你别跟着我，免得被人怀疑了。虽然你上面有人顶着，但是被别人吹下去就不好。我先走了啊。组长，袁芊芊，你又迟到，你到底想不想干？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就滚啊！我今天是真的扣钱。组长，林渊，你怎么也迟到了？哦，一定是上面路程太堵了。没关系，你赶紧回工位上待着吧。组长，明明他也迟到了，为什么他不扣钱？你来公司多少年了？他才来多久？一个新人迟到不是很正常吗？而且我们公司一个月可以迟到2次，你别以为我偏心啊。就是偏心。组长，这里是公司。哦，我明白，那不是在公司就可以了吧？圆圆，圆圆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总觉得这个新来的实习生很眼熟啊，那天我并没有看错呀。圆圆，我们是好朋友。其实我瞒了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其实你应该是……
所以他不可能是大老板。芊芊，那个下班之前这几份设计稿交给我，记得整理好。我竟然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办公室地下恋不累的一环。芊芊说的对，应该是我想多了。他要是个大总裁的话，那他干嘛还要来吃打工的苦啊？陈总，我发现公司有些底下人工作能力不行，还天天迟到。我打算进行一次裁员，请公司招来更优秀的人。现在我们公司已经被林氏集团给收购了，确实不能让林总看到那些不好。这件事情就要跟你去做吧。不过光迟到可成为不了开除他们的理由。陈总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的。袁芊芊和我抢男人，就等着被开除吧你。林总，宴会厅的事还是传出去了。现在老夫人已经知道你结婚了，命令你马上回家一趟，是有急事。我想过快被发现，却没想过这么快。那你要带袁芊芊回去吗？暂时不用，我先回去看一眼。我离开的这段时间，你派人好好保护她。是。什么事情这么重要，非得见面说，还选个洗手间。人多眼杂，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过两天我还回家一趟，家里有点事。你有家人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因为之前没有听你提起过，我还以为你是孤身一人在这边奋斗呢。我家里有个母亲，她身体一直不好，我打算这两天回家看一下她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？我？你先不了吧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要不你先一个人回去。好。放心，你这么好的女人，林渊不会乱来的。毕竟我也离开林渊这么久了，也许他早就寻到了真爱，其实我也不想出现，只不过有些不甘心罢了。你现在都成大明星了，说明你当初的离开是值得的，就算是实现了梦想吧。不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坚定地选择站在艾渊身边，绝对不会离开他。林渊，好久不见。你非要出国吗？我们三年的感情就抵不过你跟梦想吗？你要钱对吧？我有很多钱。林渊，你别说什么大话了，我并不是因为这个才嫌弃你，而是我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你爱我的话就不应该阻止我。你要是走了，我们就再也没有以后了。怎么是你？你们两个慢慢聊，我先上去了。我现在已经是明星了，可以和你在一起了。林小姐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我听伯母说过了，但我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放下过我，就像我这么多年也没有放下过你一样。你和那个女人离婚，你结婚好吗？袁芊芊，有些事情需要你去做一下。这是之前校对过的设计稿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也知道这次设计是针对谁的，合作方呢对这几个珠宝设计不太满意，需要有人去校对一下，你是主笔，所以你过去。这都是上上周的设计稿，如果不满意
当时就应该提出来的，怎么到现在还需要去协调啊？你是组长还是我是组长啊？组长说的对，袁芊芊，这是你主笔的，本来就应该你去协调。你少拍点马屁，把这功夫用在设计上，你早就升职加薪了。你袁芊芊，要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好的话，那你就不用干了。行，我去。王总约在了高尔夫球场，下午我带你过去。你们不是来改设计的吗？怎么还要穿超短裙啊？这儿啊可是高尔夫球场，为什么别人都能穿你不行啊？啊，这个是最小码的，我需要大一点。哎，是是，王总，我们已经到了，马上就来。好，赶紧给我换上，王总都已经到了，别让人家等着。王总，您来真早啊！好久不见。长得还挺漂亮的。王总，我是本次设计的主笔。对于本次设计，您要是有什么不满意或者想修改的地方，都可以告诉我。是啊，王总，芊芊啊，她很厉害的，我们公司很多手稿都是由她设计的。如果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呢，可以随时提点。多厉害啊！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就回去吧，剩下的事儿我跟芊芊聊就行。组长，好好干事儿，让王总啊看看你的能力啊。王总，要不我们就开始吧。我倒要看看你勾引王总这件事情捅出去之后，你以后还怎么在公司待着，还怎么勾引男人。哎呀，你看啊，今天不合适地方，不如你陪我打几个手指。林渊，你以前最喜欢我给你下的面了，你尝尝。好烫。其实你不用学，我们之间早就没有关系。严俊，送客。李小姐，不要让我难做。林渊，你就尝一口好吗？我知道当初是我离开你太委屈，但现在我回来了，我只想弥补你。他果然是嘴硬，心里其实有我。林总，林小姐一个人去见那个王总，那王总是出了名的好色。你别走好不好？我只想让你陪陪我。我现在的生活非常的美好，请你不要再来打扰。我就不信你会为了一个才认识一个月的女人抛弃我们三年的感情。你手这个位置呀，要再往上一点。王总，我会打高尔夫。行了吧，我早就打听过了，你就是个普通家庭，这种高级的东西你会。巧合吧。哼，还挺厉害呀。不过呀，你这个手部的动作还是太弱了。你看啊，你刚才打的那两个球靠得太近，我们再往远处打。行，打着您，我可就不赔了啊。哼，没想到还真挺厉害的吧。王总，我今天是过来修改设计稿的，并不是过来看。行了吧，你们这些小年轻，我还不知道你们心里想什么。想走捷径，我把路都铺到你面前了，还装什么呀。王总，我想您误会了。误会什么呀？王总，我觉得之后还是我们组长来跟你对接吧，我今天还有事先走。
跟我玩欲拒还迎这一套去了。你小骚，装什么东西？王总，有没有人告诉过你我脾气不太好，请你放手。王总，你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。我越喜欢。王总，再这样我就动手了。来呀、啊，来抽我呀！越抽我越喜欢。受不了了。来，味道刚好，可以再大点儿。我靠你！啊啊！这次力道大了点啊！祸害都不少你。你要干什么呀？喜欢看女孩子游戏吧？啊！你竟然敢干！啊！越打你越凶！啊！越打你越凶是吧？啊啊啊我是不是眼花了？这真的是我老婆，林总，陈世远小姐。啊！来人！来人！给我抓起来！哎！臭婊子！你再打啊！林总。是集团人，你都敢碰？没事吧？林总，谢谢你，这次就是你亲手救了我。林总，没什么事，我们先走。林总，他猥亵我，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女孩，你一定好好教训他。放心吧，这事被我知道了，我不会轻饶他的。他碰你哪了？他摸了我的手，然后还抱了我。林总，快点。严秘书，你自己作死，在太岁头上动手，都暴露了。严秘书，我不过就是玩了个女神而已。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？她是总裁夫人。我不知道啊，也没人跟我说过呀。因为应该是林氏集团停止一切和你公司的合作，并且你是想保住你这只手呢，还是自己去认罪猥亵？看着办吧。芊芊，你换好了没啊？以后这么短的裤子别再穿了。你吃醋了？我这么短的裤子，他是个人穿吗？他那么短。好，听你的。话说，你不是回去看母亲了吗？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高尔夫球场？我已经回家看过了。那个，我今天刚回公司的时候，正巧遇到了林总。林总他说，带我去谈个合作，所以然后就刚好遇到你。这么巧合的吗？林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哈，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？该不会觉得我是林总？相比我现在看到的林总，我觉得你才更加有霸总气息。上次在宴会厅的时候，林总叫你林总，给出的解释是他不方便出面，让你顶替他的身份。可是上一次来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人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所以真相只有一个。什么真相？你就是林总。不是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我是没什么好笑。我呢，就是试探你一下，毕竟我背地里骂了他这么多次，要是你的话，肯定早就报复了，说不定离婚证都拍桌上了。看来你还真不是，哎，我又错过了一个报复的机会。你故意试探我，伤害了我的心，你打算怎么补偿我？你别说了。
电话。电话能有你重要？喂、哎，你要确定是不是李红放在陷害？我有办法。你没事吧？你怎么都不接住人家呀？处长，我正打算去接水。袁芊芊，干什么吃的？我让你去跟王总好好谈谈我们合作搞有什么问题。你倒好，王总直接不跟我们合作了。组长，这些话应该我问你吧？王总他是怎么样的人，你不清楚吗？再说了，他不合作，难道不会是因为我们的林总跟他取消合作吗？绝不可能！组长，你怎么这么肯定啊？这件事你做得很差，我要开除你。组长，你也太过分了！这个王总是什么样的人，大家都很清楚啊，他就是个好色的，你还让芊芊去跟他接洽。合作可能就是上面的意思，你凭什么开除他？不愧是我的好姐妹。你又算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啊！你要是不想让他一个人离开，可以啊，你跟他一起收拾东西，打发滚蛋。这是我的事儿，不要联系他人。不过就是公司打工拿钱的，你天天拽什么拽？我是你们的组长，你们要是再有不同的声音，都给我滚！怎么？你是打算让我叫保安把你东西全部扔下去赶你走，还是自己走啊？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？故意。你搞清楚你自己的定位啊！我需要去算计你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算计你啊？啊！真的是啊，真的是手艺很好看。不知道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面子，不要开除他。好漂亮啊！我等会儿一定要去要个签名。李颖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让他亲手给我设计件珠宝，把它送给我最重要的人。我可以给1000万。1000万？你认识我吗？你不认识我，但我认识你。你好，我是林月。林芊芊。请问你想设计什么样的珠宝送给什么样的人呢？我想设计一样和别人都不一样的，送给我的初恋。初恋？救命！可是影后的爆料啊，真的是我能听的吗？当初我为了追求我的梦想，离开了他很久。现在我回来了，却发现他已经结婚了，我有些不甘心，所以我还想试试再挽回一下。天哪，大影后想做别人的小三。我不会被灭口吧？我觉得追求爱情是一个好事情，可是人家都已经结婚了，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他们是闪婚，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基础。而我和他在一起3年，我们经历过美好，经历过痛苦，我们之间有许多美好的回忆。闪婚？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还有能力把他追回来吗？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几率的，毕竟他们现在没有什么感情基础。但是你当初你选择梦想抛弃了他，估计还是有点困难。所以啊，我想设计一样让他一看到就能回忆起我们当初美好时光的礼物。明白了，包在我身上。林渊，你果然在这儿。芊芊，芊芊，感情刚才说了这么多，说的就是我和林渊闪婚。赶紧生气走吧，这样林渊就能陪我了。显然他是在逼你走，要是走现在就输了。袁芊芊不能走。你们认识？其实我是林渊的前女友，也是他的初恋。袁小姐，
看在我刚刚替你解决了工作危机的份上，你和他离婚好吗？你和他都说了什么？抱歉哦，大影后，虽然我们是闪婚，但是现在他根本就离不开我。哎，大影后，这里可是公司，拉拉扯扯可不太好啊。万一被人拍下来了，发到网上去，会引起轩然大波的。到时候公司公关可不一定来得及哦。云小姐，我真的很爱林渊，求你把他让给我好吗？他不是物品，不能够借来借去。更何况他现在是我结婚证上不可或缺的一个人。老婆，我爱你。闭嘴。林小姐，关于你一千万的珠宝设计，我想我接不了这个单子。还请你另请高明。云芊芊，软不吃，你非要我来硬是吧？小三都找上门了，我这个正宫居然不知道，挺厉害啊！一个穷光蛋居然婚完以后还有一段呢。芊芊，我晚上我要出去，你不许跟着我。没想到你老公魅力还挺大，连影后都能吸引。我今天本来还乐乐呵呵的，我还以为拉了个大单啊，结果是个软蛋。哎，芊芊，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啊，就是如果说他真是他那个初恋的话，那你还真不一定是正宫哎。哎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我不打了。那，这不行了，才一个小时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？你可是从小练跆拳道、柔道、空手道的，那我能跟你比吗？大晚上的还戴墨镜，我和你当然不一样。外面有多少要拍我的人，自然需要伪装一下喽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今天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但我看你好像并不明白。我可以给你一千万，离开林渊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那么有钱，然后又那么有名气，为什么非要和一个穷小子过不去？你说他穷小子不是吗？我还以为林渊有多爱你呢，没想到他连自己的身份都没有告诉你。其实我们是一类人，如果当初他告诉我他的身份，我是不会出国的，也不会选择去追求我的梦想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我可能知道吧。圆圆，你，我怀疑啊，他就是林氏集团的总裁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上次是你看错了。我看开玩笑的人是你吧？他说的没错，林渊就是林氏集团的总裁。林渊就是林氏集团的总裁。看到了吧，男人都是一个样，他都骗了你了，你还要和他在一起吗？那你呢？我才是最爱他的人，就算他骗了我，我还是想和他在一起。而且我现在有钱了，所以我愿意回到他的身边。说的冠冕堂皇，不愧是影后啊，精湛的演技连我都差点信了。就算他是林氏集团的总裁，也不过是个身份而已。我说的对吧？你非要硬来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和我作对没有什么好下场。我可以给你一千万，你能花很久。你只给我拿一千万，可是林氏集团总裁夫人的位置可是数不清的钱呐。做人不要太贪心啊。我就是不离开他，你又能拿我怎么样？你刚才说了一句话，你说你当初是不知道他的身份你才离开他的，在我看来你也并没有多爱他，现在你不过是知道他的身份又想回来罢了。我才是最爱他的人。大家都是女人，你在想什么我心里很清楚，不过我和你不一样，不管他是穷是富，我都不会主动放开他的手。我愿意和你好好过日子，你愿意娶我吗？除非他主动放弃我，否则我都要对他负责。
我都要对他负责。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既然这样的话，一会儿我不客气了。宝儿，你一打四，没问题吧？你们上，随便玩。我在外面从来不会主动招惹人家，没想到还真有人不长眼，真当我是吃素的。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电话不接，消息也不回。喂，什么？被打到医院了？我现在马上过来。芊芊，芊芊，你没事吧？哟，都这么晚了，还能把林总请过来呀，真厉害！林渊今晚上晚班的时候跟我在一块，听说你出事了，我也就跟过来看你，没事吧，姚小姐？芊芊，你都知道，芊芊，你都知道了，知道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向你隐瞒我的身份。你有什么气今晚对我撒好，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你的伤。你告诉我，是谁干的？我一定要判他个十年八年。要判这么久？以我现在的能力，还能判更久。那如果这个人身份地位都比我高，还比我有钱，伤得比我重，那这该判多久啊？如果真要追究起来，起码三年还能判个几百万。完了，芊芊，嗯，是你伤我老婆的。啊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他。林渊，林渊。林渊，你现在连拉我一下都不愿意了是吗？你找人打芊芊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你找人打芊芊这件事情。林渊，你误会了，我可是大明星啊，我不会做这么有损自己颜面的事情的。你撒谎！哎，芊芊，你帮我拿一下我手机，在哪儿？我给你一千万，离开他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上随便玩。哇哦，胡英美，林渊，我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次吧。我最后一次警告，从你离开我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已经是陌生人。你找人打芊芊这件事情，我不会做，等着收律师函。把王渊渊送过去。是。让。喂，我给你钱。我要颜芊芊身败名裂。是不是手疼？我明天请专家过来给你会诊，你这时候就不用去公司了。你的影后妹妹黎月都伤成那个样子了，你还能坐得住啊？我和她真没有什么。我的心里只有你。你还能再油腻一些吗？哎，罚你今晚睡沙发。你还要去上班呢？不然呢？等会儿老妖婆组长又要扣钱。过来在家待着。什么情况？
锦来夫人，请上车。林渊，这是你做的？大哥，我去上班的，又不是。魔气去给你送巧克力，你的身份你该不服。哎，别啊！别人要是知道我跟你有关系，肯定以为我是走后门的。别给我听了啊！不用。所有人，跟我去公司。抓小偷！抓小偷！公司间谍党，报告。阿姨，这是您的包吗？是。啊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哎哎！阿姨，您怎么了？阿姨，药，药！你们快来帮忙拿一下药啊！行了，姑娘，说不定啊是个碰瓷儿的。别多管闲事，想跟个和尚。行，来，阿姨您慢点，先给我坐下，坐下。在包里是吗？啊，我来，是这个吗？好一点了吗？哎，我给你放包里了哈。哎，阿姨，你家人电话是多少？我帮您打一下。我没事了，没事。我接个电话。不好了，芊芊出大事了！不好了，芊芊出大事了！你和王总在高尔夫球场的视频被偷拍下来了，整个公司都看到了。什么？我马上到。阿姨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！哎，不行不行，你不能走。阿姨，我公司真的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不，你不能走。我就说是碰瓷儿了，小姑娘，你死定了。不听好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阿姨，我公司真的有急事，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就报警了。我真的不是碰瓷儿的。夫人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儿，赶紧去查一下刚才那个救我的女孩是谁，我要亲自去感谢她。还有，报警抓小偷。是。你看。王总开我以后被我教训了，这个视频根本就不缺，是怎么流出来的？今天一大早，公司所有人都是骂人，都是骂人。别别别！什么意思？我还想问你什么意思呢，阿姨？你在外面毁坏我们公司的形象，你知不知道早上有多少合作方要取消与我们凌睿的合作啊？李红凤，这些视频怎么流出来的？你就没脸说？不是，你还会推卸责任了是吧？啊，组长，那天就是你让芊芊去见王总的，那这个视频说不好就是你找人拍的。好啊，你们一个两个都反了心了，现在合起伙来怼我是吧？啊，你组长你别生气，他们算个屁呀、啊！那我说把他们都开了。放放脾气，你少在这煽风点火。有些人自己脾气不端，还好意思说别人？袁芊芊。你是打算自己提辞呈，还是我帮你开除？你是打算自己提辞呈，还是我帮你开除？当天是李红芳故意让我去和王总见面，这个视频极有可能是他拍下来的。要我走可以，手机给我看看。凭什么，袁天仙还想狡辩？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手机给我看看怎么了？你是个骗子，还我祖母绿项链！袁芊芊，你个丧德的，你居然想打我！好啊，打呀，打呀！啊、袁芊芊，你太过分了！是你妈要求的，而且是她自己先动手的。我好不好呀？我渣
么意思呀？袁芊芊，你个没良心的你！你先是劈腿，然后你又把我们的传家宝给弄走了，你是个人吗？我在胡说什么？阿姨，快起来！你认识他吗？你别碰我，我才不起来呢！他今天要是不把那张项链还给我，我就不会起来的。我儿子对人这么好，他先是劈腿一个偷送外卖的，后来又把我们胡家的那个传家宝，价值一个金子红绿项链都给偷了。一个亿？是。可恶！他是盗贼。没错，他呀，他就是个贼。你胡说，那条项链本来就是我的。哎呀，袁芊芊，你可真会闹事儿啊！连前男友的家人都找到公司来了，这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呀？林霞，你别在这里倚老卖老行吗？那条项链本来就是我的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我们胡家的产业因为你亏损了上千万，你连我们胡家的命根子都不保了。芊芊，我公司的资金亏损得很厉害，你把那个项链给我，我转手就能卖一个亿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就给我吧。芊芊，你没事吧？你们现在想要把那条项链要回去，简直是太可笑了。就这，要不是看他长得还可以，一定我愿意戴。那你不是觉得是地摊上买的吗？那就还给我。就这，要不是看他长得还可以，一定我愿意戴。还你！说好了，这可是你自愿还给我的，就算送你。好吧，你是故意的。我早就知道你们贪得无厌，怎么能不留一手？对付你们太简单了。不过这条项链一个亿，这对母子疯了吧？你们诬陷芊芊，我要告你们！芊芊老公来了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说谁？那个臭送外卖的不会放过我们？哈哈哈哈！就他要是有这个能耐，我从这里滚出去。哎，要不您先起来。哎，这个袁芊芊，我一定开除他。来，起来，我才不起来呢。他今天要是不把项链还给我，别指望着我起来。就是啊，袁芊芊，你最好赶紧把项链交出来，要不然，哎呀，我也不走啊。我看你们也不用走。来人，把他们两个抓起来，给我丢出去！陈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把他的手机给我拿走，查今天公司流传的视频是不是从他这里出去的？陈总，这都是袁芊芊犯的错误，你应该惩罚他啊！他的错？他堂堂林氏集团总裁夫人，需要去勾搭一个小老板吗？总裁夫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您是群蠢货！他就是收购我们公司的林氏集团的掌权人林渊，林总。你们是吧，芊芊？你怎么知道我出事了？公司里的所有事我都知道。他是我林渊的太太，欺负他就是对我不满。陈瑞，不需要我教你怎么做。你，还有你，你们两个被开除了。陈总，对不起，是我一时过你的脚，我错了。陈总，你放开。袁芊芊，你个脏东西！哎，别听，有狗在叫。不是说好不暴露身份的吗？我可没答应你。为了赶走我，李红芳还真是煞费了苦心。这件事不只是他。看来某个吃醋的影后还真舍不得你。我派人抓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跑到国外了，应该不敢再回来了。那这么说来的话，是不是我还免费送走了一个情敌？不止，你还多了一条价值一亿的项链。那条项链是我爸妈送给我的，难道？这就得问你爸妈了，我可什么都不知道。芊芊，嗯，我爱你。
我总算是找到你了。不是吧，阿姨？您碰瓷儿都奔公司来了？爸，您怎么来了？哦，对了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新婚妻子袁芊芊。妈，你结婚这么久了，家长都没见过啊？